小麦。一起来修复它吧。我找到凶手吗？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种小麦吗？不知道。是因为要让大家了解，小麦在生长的过程当中，它就是一个生命，我们不可以随意的破坏它。也要让大家知道农人种田的辛苦，我们要珍惜食物，不可以随意的浪费。开动！开动翅膀，让战士观光。我们今天好怪，不是都把午餐倒掉，只吃点心的吗？他居然吃完了。不喜欢啊！听了老师的话后，我想想，我不应该这么做。你了解就好了，下次不得再这样做哦。这么麻烦的东西拔掉就好了。我们一起去修麦田。好怀念啊！哇，都长那么大了呢。姓名老师吗？知道，他是我们的导师。那你帮我把这封信给他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老师，这是一个大哥哥托我给你的信。大哥哥，大哥哥在哪？他跑走了。亲爱的老师，您好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上了高中之后，发现。一路上遇到很多挫折，但想起国小时的种种事情，还记得当年遇到小麦被破坏的事情，青涩的我们受到您一点一滴的忏悔，觉得再困难也要坚持的走下去，所以埋下了记忆的种子，时时刻刻陪伴我度过各种挫折。于是我非常感谢老师，附上一张我自己种的小麦，阿麦。